是肠胃的功能恢复呢有特效啊，所以胃肠恢复以后体质随之它就好了，啊不是，嗯，还有所有的海外的专家都说0091883413可以进一步的了解的，进一步的节目啊，陈老师见。脑血栓、脑溢血、中风偏瘫、言语不清、四肢麻木、头眼歪斜、胸闷气短、高血压、冠心病、肺心病、癫痫、帕金森综合症等顽固性疾病，经过治疗后都会留下很多后遗症，对此医院束手无策，患者无奈忍受重重折磨，经济负担更是苦不堪言，康复的希望在哪里？一个现代医学的重大发现，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藏医藏药，在治疗心脑血管疑难杂症有着令现代医学都叹为观止的疗效。远古的藏民过着流离失所的游牧生活，以高度青稞酒为饮料，以肉类为主食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极高。在漫长的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，积累了大量的心脑血管疾病经典方剂，金喝藏药集团作为正宗藏药的龙头企业，在总结千年藏医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完善。